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，我的世界。我们现在玩的叫暮色森林篇啊，好吧，他们都上暮色森林去嘚瑟去了。我呢还是正在一步一步的完成我的任务，是吧？我的任务是什么呢？我要买它，然后把我的剑变成下界合金剑。我先来这个吧。还差一个，我去，还差一个，我看看啊，还差一个的话，那我还得去打怪去啊。差一个的话，这个我看看啊，八个能换一个钻石，那我还差五个呗。走吧，打去吧，五个。羡慕别人有什么用是吧？慢慢打。OK， 哎呦我的妈！整个盾牌干啥呀？我这有点不理解。打幻魔师吧，他容易给是吧？还给那个掉那个不死图腾。OK。这还能保命是吧？我去，找出来俩了。哎，给绿宝石啊！我去的，叫你糟！哎，怎么不给？臭不要脸！哎，我去，去！四个，那旁边还有一个，这个也是，别招多了，你容易应付不了。怎么还四个？跳着打，能躲开他那个牙是吧？咬人那个牙。去！六个，还差两个了就。去！人呢？哎呦我人呢？哎呦我的妈！不给你怎么？要绿宝石啊！给了啊，还差一个了，我吃口饭吧先。吃口饭。去，八个啊，可以了，回去换一下剑啊。我回商店，然后呢，搁他那换一下。Hello， 行，给我换一个钻石，不是有地方吗？哎呦我的妈，我这不死图腾啊，可以卖东西啊，回收商人这边，把他这个换成肉吧。那我也没地方，到垃圾桶这儿啊，扔一下东西。这个扔了，这个扔了，点下右键就没了啊。然后呢，我先把这个换成肉，最好是留一点。行了，够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换一颗钻石。好，然后呢，再换这个下界合金锭是吧？下界合金锭，火焰过来又干嘛？空气啊！我去空气那儿，我跟空气是一伙的是吧？快点！空气有翅膀，然后呢，有那个什么啊，有那个，有个地图，他那来回跑，反正。你又搁哪儿呢？我这传两遍吗？非得啊，暮色这儿啊。你搁哪儿呢？干嘛叫啊？四个豹子连在一起，那你叫我干啥呀？我也打不过他们。哎，我的妈！你叫我来干啥呀？去！是，这里边是什么呀？小白的吗？附魔台，有附魔台扣回去呗，拿走呗，拿走了啊。OK， 我拿走了。过来收箱子，还有箱子啊，这儿哪有箱子？这里边有箱子，我记得这样的好像都有。哪是哪儿啊？扣这儿就有啊。不知道在哪儿，凡是有。哎呀，我记得有箱子啊，是这儿吗？凡哪儿有我忘了，我先去回去摆去了啊。我是吧，回家，我先回家，然后把这个踢掉。
OK， 然后呢，我磕点木头，我把那个附魔台我给支上得了。我看看啊，它这个往哪儿支啊？我先去那什么去啊？哎呀，我有点乱，我现在去，上树林，先刨点木头。对，刨木头。空气，家里有那个什么洗衣机，可以修装备，你回来修一下装备，别忘了。我现在做那个什么的附魔台呢啊，这儿呗。空气这是真能溜的，真能瞎溜的。OK， 我就一直整房子啥的呢。我不喜欢那个玩游戏节奏太快了，是吧？慢慢来，慢慢升级。箱子里全都是药水，那你就回家一趟呗。56个，这也不够吧？回家一趟，把装备都修一修，你再出去溜达去呗。家里有个洗衣机，我不说了吗？然后我回家，然后咱们把这个闭了，这样，然后我先做一个锻造台，来一个，对，然后把我的锻造台放在这个位置，好，把我的剑先压一下。这样呗，攻击才8呀。好，然后呢，做书架，才8个，再把它掰碎了，5个，13个，得16个，还是不够啊，缺木头。我看看啊，往哪儿放啊？放哪儿都有点奇怪呀、啊，这儿呗。空气，你摔死了啊！别告诉你摔死了，空气啊！然后这玩意儿放这儿，这 boss 呢？啊，青金石我可没有哎。没事�儿，我存了30多本传送书。你整那么多书干嘛呀？碎石出来了，然后我再做个打火机，是吧？这块有点别扭啊，小伙伴们，是吧？挖的这么的，我能不能这么的？那把它扒了吧。哎呀，你能不能把我拉到商店？我画面卡了，我画面白了。行，我去趟商店。哎，你不就搁这儿呢吗？我还咋传你啊？上树林，我继续去刨去啊。哎呀，我的个妈！你回去了还让我给你换啥呀？我的视角看不到，那我还得传你啊！把空气拽到我这儿，现在好没？我现在需要大量的木头。这么刨的话，就能把整颗粗的这个高的木头给刨掉啊。OK， 差不多了吧？我把这钉个点吧啊。大树。OK， 然后呢回家，然后呢继续做，把它掰碎了先，然后做成书架15个。还是不够啊，我去的。然后把它往这挪一格啊。这样呗。是这样吗？好像是。然后把它给书架。怎么老卡着呢？去，正好给把那儿挡了。是吧？这样，完事了、啊，然后把这刨掉，30级满级就可以了啊！哎呦我的个妈！好了吧，可以了。
这进去太憋屈了，这哎也行是吧，也不干啥，好别扭。好，书架又多了是吧，书架多了扔这儿。嗯，我还得做一样东西，什么东西呢，我得做那个垃圾桶，就刷经验那个是吧，垃圾桶在这里做两个啊，这儿放一个那儿放一个，这儿来一个放这一个，然后这边还得用一个，这儿放一个，行，然后呢还得来一个工作台，工作台还有没，没有，木头有没有，没有，这个人这样，然后给我来一个斧子，铁的，铁不值钱啊，小伙伴们随便用是吧，大树那边咱们再刨一下吧，这儿啊，那个门放的怪怪的，原来那个地狱门原来是先放的地狱门，可以给他扒走啊，我感觉无所谓了，就那么扔着吧，好好好，然后这边再来一下大树，咱们看看什么时候能给他扒净了是吧。好，然后呢我们回家，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扒掉，然后我要干啥来的，买旺做一个工作台，等呗，工作台也得放这儿啊，可能会有用是吧，行，还有什么砂轮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铁针，工作台，然后给我做这个，好，拿这玩意儿刷，你看谁上我们家来了，你来我们家干嘛，走，谁呀，可是没有青金石，哎，我得去挖点青金石去吗，38级，我得附魔，我需要青金石，空气啊，你有青金石没有啊，这儿呗，随便来一块，然后箱子那儿放一个，箱子这边放一个，干嘛用呢，咱们是吧，有时候会用上，比如这个刷经验的是不是，空气啊，为什么我飞着飞着就什么玩意儿捡到书了，是不是卡了，石头，我看看啊，我得去挖个矿去，矿洞这儿吧，给你，你是跟我说吗还是跟别人说呢，火把有一点，要晒的笔记，我有青金石给你，行，那我去找你去，可是我没有什么东西回报你啊，哈喽，我没啥东西给你，哎，我给你点这个呗，这个你要不，我现在干嘛，我先回家，回家然后我就附魔，我把我这把剑我压一下啊，这样，然后这样，锋利四，哎，这也可以啊，可是不是特别满意，不是特别满意，我看看啊，攻击13应该还不错吧，我去打怪看看啊，怪在哪儿呢，在这儿呢，两剑能干死不，我去，可以啊，哦，两剑能干死，那家被我干死了，哦，这好像就快不少啊，哎，我去，我看我能不能，我能不能刷啊，我去这个有点追着打有点费劲呢、啊。
要是有个抢夺就好了，是吧，小伙伴们？哎，我的妈，这么多！我先撤吧，我先去商店，然后把那个不死图腾给卖了啊，卖点肉。啊，我这个地方好像不够，背包满了。我的妈呀，你吓我一跳！嗯、这个扔了。看着了，看着了，这个嘚瑟劲儿的，看着了，是啊，看着了。火焰可以三个人一帮吗？可以吧？可以。你走开！什么福主得同意啊？可以可以啊，说好就两个人吗？火焰他们来咱们家是不是有权利踢？别踢啊，警告呗，是不是啊？OK OK， 得一把合金剑也凑合事吧。